今天我们也是来画一幅可以帮忙纾解压力的图画。好，我们来开始吧。这个可以纾解压力的图画就是一直重复那个图案，可是我们可以把图案变成一幅画。今天我们画在熟睡的小女孩和她的小熊。我们先画她的脸，然后她的手，我们画她的手拉着小熊的手，这样子睡起来比较有安全感，对吗？我们画那个小熊的头，这个你们可以用那个黑色墨笔来画，也可以用铅笔。熊的手，让我们完成这个女孩的头发。你要画男孩也可以，你要画什么样的发型也都可以。图画我们是没有上颜色的，可是你要上颜色也可以。我们画在睡觉的小女孩，她长长的眼睛睫毛，然后呢我们让她盖着被，盖着被子，你们要这个图画美的话，你可以加一些影子也可以，或者是单单讲干净简单。然后呢我们要设计它的被单，我们把它的被单分成几个格子，你可以是很直的线条，也是可以弯弯曲曲的都行。我们再把它分成，今天我们把它分成九个格子，你要把它分成多少个格子都可以。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在上面画不同的图案。我们开始，你要画什么图案都可以，可以静静听着音乐慢慢画着想要画的图案，没有规则，没有对错，放松心情去画，只重复着，不要想那么多，任由你的手随心所欲的画。Thank you.
画的，帮忙疏解压力的图画。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真的可以放松一下我的头脑，整理一下我混乱的思绪，让我觉得好一点。希望这个也可以呢，也可以帮助到你们。我们大家一起来画画吧。好，今天到这里咯，你们去试试吧，拜拜。